套，那套我有试穿过，已经试穿了。你真的跑得很快耶！那穿起来感觉怎么样？很舒服，而且它像我觉得那套衣服是你度假后晒黑的时候可以穿，因为那个蓝色跟上面的扶桑花很适合皮肤比较黑的女生穿，对，真的很显眼的样子。那这一次 T-Shop 它其实推出了非常多款的造型，从刚刚可以看到可爱的也有，复古的也有，性感的也都有。那我想要请教玉芬，你有没有不敢挑战的泳装款式？没有，完全没有，没有哎，不敢挑战的泳衣吗？对，没有，都可以，来者不拒，只要是泳衣都 OK， 都可以挑战。对，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是身材界的首席啊，你当然可以，就是可以我觉得可以去做搭配，其实我觉得搭配是很重要，都可以做到搭配。但我想先问一下，要怎么样可以练出这么棒的 bikini body？ 你知道你那张照片实在太诱人了，然后我也知道你现在其实都有在运动。对，是主要主攻练腹肌吗？腹肌跟臀部。OK，这就是你维持完美体态的方法吗？就我觉得腹部其实女生来说，因为吃东西啊，或者是比较容易坐久的女生，其实腹部其实很容易，不过练它就会回来，会有赘肉，所以腹部是我一直比较会需要练的地方。OK， 那其他的完美体态的部分呢，是靠什么样子的方式来维持？其实我觉得女生胸型上胸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些重训，但是就一点点，不用太多，因为你可以让你的肌肉往上提，那胸型会比较往上。对，然后再来就是好的内衣很重要。没错，如果没有挑到好的内衣，长期性的胸部是会下垂的。对，就要像玉芬刚才所提到的，一定要是有透气度，尤其在现在夏天的时刻，又要有机能性，因为女生的胸型也一定要靠完美的内衣来帮忙衬托住。然后刚才所有零零总总玉芬讲了很多，真的就请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旗舰店来好好的参观选购一下了。以上的分享就是来自于身材界的首席超完美女神林玉芬，非常谢谢玉芬，那也请玉芬帮我继续留在舞台上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再度邀请台湾T-Shop的董事总经理何野先生来到台上，我们跟玉芬合照好吗？好的，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就是完美女神玉芬以及总经理的合照，我们先看上正中间，董事总经理何野先生帮我们拿着的是 Happy Birthday 欢庆 T-Shop 一周年庆，而超完美女神林玉芬拿的当然就是 PJ Daisy， 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精彩内容，我们先请两位都一起看向正中间好吗？真ん中見てください真ん中センターを。はい、そして左手をお願いします。左边。好的，右边的朋友，这边，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何野先生，非常有开心参赛。那么我们要邀请玉芬继续把我们留在台上，我们进行玉芬的单拍，一样从中间开始。开光好不好？谢谢，给我开光。好，玉芬身穿的就是 T-Shop 海外限定版的比基尼上衣。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好多他称为 T-Shop 资深粉，有很多在挑选内衣方面的坚持，以及这一期他推荐给大家一定要拥有怎么样的内衣还有泳装。当然要完成完美的体态呢，就像玉芬刚才有提到的重训很重要之外，内衣也是一个能够帮助维持完美胸型最好的方式。好，中间下方我们再麻烦玉芬做一些视线。好，我们最后三秒钟好吗？3、2、1。好，我们再度邀请 model 出场来跟玉芬一起拍摄合照。玉芬麻烦帮我留在台上，我们来跟 model 一起进行大合照。 Models please。 好，麻烦玉芬帮我
些。好，我们一样从中间开始 ，from the center please。在玉芬的左手边，就是她男朋友知道她非常喜爱的背带。那么这一套它是可以用背套式的，非常方便，也都可以直接穿搭出门。右边好吗 ？Right side, please. Please look at the right side.Center place 中间，我们再一次。Okay, to the left side. Alright, last 3 seconds. 3, 2, 1. 谢谢玉芬，谢谢，也请先回到后台休息一下，谢谢。好，我们请 model 续留，我们现在可以进行 model 的合影。Now to the center, please. We'll start from center.All right, to the left. To your left, please. All right, center once again. 我们中间再一次。好的，谢谢，谢谢所有的微信朋友，谢谢所有的摄影大哥 ，Thank you， please return to the backstage，Thank you， 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热烈的莅临。